关晓彤、蔡徐坤新造型亮相，两人排排坐看秀，网友不怕鹿晗吃醋。提起关晓彤和蔡徐坤两人，相信网友们都如雷贯耳了。最近两人穿着时尚一起亮相米兰时装周，这两人坐一块直接就吸引了大部分网友的眼球。关晓彤这次穿了一件白色的绣花长裙，宽大的尺码很适合现在年轻人的审美，脖子上戴了一条黑白相间的围巾。蔡徐坤这次的新造型依旧很帅气，一件大红色的皮衣，棕色的长裤，配合着黑色的长筒靴和墨镜，男子气概十足，看起来酷到没朋友。两人往一起一坐，想不引人注意都难啊。不过也有网友发出了疑问，为什么不是鹿晗陪同呢？难道不怕鹿晗吃醋吗？明星们一起出席个活动还是很正常的好吧，况且鹿晗也不会这么小气的吧。